怎么办，各位？怎么办？两个好像差不多哎，这个比较年轻啊，年轻又新鲜；这个比较成熟，但他又长得漂亮，又长发，是我的菜。怎么办？到底要哪一个？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在哪？哎呦，哎呦，我老婆这个小宝怎么在这边 ？Hello。No more bullshit, Mia. I want some answers. I know.I know, you're right, and I always wanted to tell you, but I can only remember a little, and the rest is just gone. Oh, yo! Hey, you're going to tell me what? That's right. You mind if I borrow mommy for a little bit? What? Why don't you stand there? Do something! Ethan, help! He's going to be my NT, my wife. I'm going to die. My head is so red. Oh, yo, why are there so many spiders falling from there?太多虫了吧？这里好恶哦！哦，太多蜈蚣了吧？哦，不行啊！密集恐惧症要发作啦！哦，哦，快跑！哦，我一个反射性喷他一脸，我才发现那是妈妈。哦，快走，快走！吓死我了！非常奇怪！哎呦，哎呦，吓死我了！怎么样？我怎么不能动？我怎么了？我怎么不能动？干！妈妈也太可怕了吧！他干嘛？他干嘛？他要干嘛？他干嘛？我要干嘛？我这边干什么？哇、哦！他下来，他终于下来了，他终于下来了！快走，快走，快趁他下来的时候赶快走！哦，吓死我了！哎呦，他怎么变成虫海了？他刚变成虫海吗？哦哦，他是虫海做成的。哦，妈妈也太恶了吧！不行了，受不了了，差点要死了。灯笼，这灯笼可以拿吗？这看起来不太像是可以下去的意思哎，兄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这看起来不太像可以下去的样子啊！哎呦，他怎么伸出一只手把他拉走了？看，这是三小啦！他那个动作也太恶了吧！你刚刚看到吗？你刚刚他爬过去的身影吗？哦，快不行了，好恶哦！我的娘嘞！我靠，他手也太长了吧！我的娘嘞！我吓死我了！妈呀！哎呦！不要！走开啊！我不行，阿姨，我还要努力啊！我不要啦，阿姨，阿姨不要啦！不要啦，阿姨，我还要努力啊！死了吧！该死了吧！还不死啊！你到底要活多久？哦，我快没东西跟他打了啦！到底要打多久啦？该死了吧！该死了啦！不要再起来了！啊啊啊！哇！我赢了，我赢了，我终于赢了！我把身上物资都打光了，终于赢了！为了拿这个灯笼，我容易吗？我就为了拿这个灯笼，要遭受到这种待遇，又怕又要打，太可怕了！什么东西？哎呦，哎呦，怎么灵异现象？干嘛？我现在在玩抓鬼是不是啊？各位，干嘛？灵动现象关门是不是？现在要进时机猎杀是不是？闪灯啊！我怕你哦，出来啊！
哎呦，哎呦，闪灯了，真的进猎杀，真的进猎杀，快跑，快跑！Stay away！ 啊，进猎杀了，他在跟我讲话，各位，你们听到吗？完蛋了，完蛋了，要进十级猎杀，赶快走，赶快走！啊，你娘！吓死我了！我一打开，一只小怪在那边干什么啦？干嘛？很好玩哦！你被吓到跳起来，我也差不多啊，兄弟。我是因为秉持着要玩游戏的精神，我才没有跳起来。不然我刚刚滑鼠都要直接把萤幕给灌破了，各位。Now look in the fridge.你知道刚刚打电话那个 Lucas 讲话语气像什么吗？他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会制作一个监牢，让男主角站在那个监牢里面，然后没办法过去，然后当着男主角的面呢、啊，对着米娅或是 Zoe， 就是对着这两位女生，然后上下其手说啊哈哈哈，你现在过不来，但我可以当着你面对他们嘿嘿嘿之类的这种行为，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会做出这种行为。哎，这谁能忍啊？真的是想当面 NTR 我老婆，太变态了，太变态了。卢卡斯是垃圾，你这么愤恨就对了。哎呦 ！What the fuck is this?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Oh m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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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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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的手上面写 loser。密码是 loser， 我懂了，我知道密码了，但是这样给我这个密码会不会有点太痛了、啊？所以卢卡斯是个鸡巴人，我完全认可你的讲法、啊，卢卡斯真的是个鸡巴人啊，真的是个垃圾啊！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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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我不能动，哎、欸哦、呦！哦！哇靠！怎么死了？不、哦！跟我们去啊！都是火！我要死在里面了！ No！ 干，卢卡斯真的是鸡巴人，好讨厌哦！这是不要打比较好啊，这个。哎、欸，干！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在那个箱子里面放那个炸弹，白痴哦、喔！我还想说游戏不会这么恶意，结果他真的就这么恶意，在那个箱子给我放炸弹，哦哟、哦，真的很奇怪。我就知道，还有。果然还好，我用枪打，还好差点就再中一次陷阱，把我当白痴啊！算了，随便啦，刚好趁现在打类固醇，没事，我有类固醇，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才留这只留到现在的、啊。还想阴我啊！我最大生命值还提高啦，兄弟！开门喽 ！Buddy, this is a test of skills, so no cheating. That shit you're carrying, get rid of it. 什么东西？我不能带武器哦，装备要放箱子。哇，我的小刀可以带着吗？他开门嘞！他开门了！趁现在偷干一把小刀进去啊！耶、yeah, ，干，可恶！好了，插上蜡烛，我看你这次拿什么东西来炸我 ！Motherfucker, you're supposed to die。快跑哦，要炸喽！That was supposed to be for you, goddammit! Ha ha!
还想再阴我啊 ，Lucas， 下去吧你。We don't have 这边也很漂亮哎，哇靠，一次有两个老婆，好爽哦。Daddy's coming. Good. 完蛋了，我老婆又在那边喊干爹要来了啦，又在那边讲说什么干爹要来，干爹要来了。他整天被干爹在那边玩那些什么奇怪的游戏，玩到现在脑子都不正常了。Hey, one of those is man. 哦，这是什么？也太大只了吧 ！Get some land. Back to the house. I will deal with you later. 哦，这也太大了吧！而且他头怎么长反的、啊？他有哪里有眼睛啊？我怎么？有了有了，屁股下面那个眼。屁股下面那个眼睛我打掉了，去了去了，他去了他去了，哦，差点我就要去了，还好我没事。Ethan, this way. 哦，他还没去啊。Use the serum on him. You want me to cure him? 啊？这叫我怎么办？我只能救一个人嘞，做注入血清的话怎么办？各位？啊啊！注入。哦，他死了。Are you all right? Yeah. Come on, Mia's waiting for us. 那怎么办？我血清剩下一份了、欸，那我要给谁？米娅跟柔伊，我只能救一个，怎么办？现在是要我要选谁当我老婆的时候了吗？这怎么好意思？怎么办，各位？怎么办？两个好像差不多哎、欸，这个比较年轻，啊，年轻又新鲜；这个比较成熟，但她又长得漂亮，又长发，是我的菜。怎么办？到底要哪一个？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行了，我老婆在看我了。我老婆看着我，肯定是选老婆的，怎么可能选老婆以外的？不可能啊，我一定选老婆的。It was foolish thinking I could escape, but Zoe, go, both of you just go. 我老婆刚刚在旁边偷看我啊，我只能选老婆啊。哦、What the fuck?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哦，那什么，怎么又来啊？怎么这一家人都甩不掉的啊？